故事听到最后再次搭建，你送我的眼泪我要留在雨天，我越过你画的生活的那勇气的终点。怎么了？今天怎么那么多人上班啦、啊？我是排错了是不是？今天里面真的没什么客人，我到底排那么多干嘛？还是好办这样好了，你赖酒，你们看有没有什么事情都交给高女生处理好了。啊，你今天就看怎样。我想一下，有什么事给他们处理、喔？太多了，不然我想到一个办法，这样子好了，今天就没有客人嘛。嗯，那不然这样，我小赖帮我代班，然后你薪水付我一半，一半给小赖。你又省钱、oh. 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可以耶，可以耶、OK 啊，对不对？那我有一个提议，因为零九请我代班嘛，那他的薪水要给我一半，那我再请楼帮我代班，是这样，我的薪水也付他一半，那你也只要付一半的薪水。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好像可以耶！你们这样讲一讲完之后，我好像这样今天就比较划算了。对， okay, 那 OK 啊。那不然，那你也付我一半薪水，然后我请你来代班。No, 你今天跟我上班，我请我来代班。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哦，照你们说的。好，等一下，怎么样？反正今天就没客人嘛，不然我就帮大家带一点客人来就好了嘛。哦、你要去哪里带客人？你有带货能力啊、哦？对啊，我有啊，我帮他生一点客人出来啊。那你生？我生啊！来喽！好，特写啊，特写、啊！来啊，特啊！继续啊！不要走啊！哎，我们需要一点客人呢、啊。还真的有客人、啊。来，两位跟我们观众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来自香港的 singer songwriter。香港小天王，欢迎。来，大家好，我是派尔俊 Patrick Brasker， 然后我最近发行了新歌 Don't Waste My Love。哦，对，耶，对，我发行专辑。好，那你来宣传一下专辑，简单宣传一下。新专辑 Second， 第二张专辑 Second Pre Evolution， 然后我再带了从香港带一些。周边送给你哦，是吗？对对对，一些 T 恤，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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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谢谢，哇，帅哎，我不要代表你，哇塞，谢谢。第二张专辑，所以叫 Second， 对，第一张叫 First， 第二张就叫 Second， 哇，你很懒得想名字，谢谢，谢谢。你要讲什么？有一位那个最近也是正在筹备专辑的嘛，对不对？对，也是你做的。最近都在忙他的专辑啊，你知道？所以我专辑才演了一年啊。哦，对，因为我最近也要发他的专辑，因为他帮我制作。OK。对，所以我最近新专辑也要发行喽。对，你不能宣传。对，你不能。不管，他已经 Q 我，他已经 Q 我。没有，那你干嘛不先做完，你自己再帮他做？对啊，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哇，干嘛这样子？那你就不要出算啦。好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多人一起来，我们好像可以好好的玩游戏了，好不好？马上进行，看你多会讲。好的，看你都会讲怎么玩呢？等一下呢，出题者会看到我们的题目跟我们指定的语言，然后只有十秒钟要传给下一位哦。那最后呢，就是四题要答对两题，如果没有答对的话，就要接受你给我垫垫的惩罚。那我们的棒次呢？第一棒是Tyson Yoshi，第二棒是派伟俊，第三棒是魏靖，第四棒是俊硕。好的，我们请出第一题。好，是用广东话。好，来，你来就分开始，叫这个拍他。你来拿下来，拿下来，三个字。点心，点心，点心。红色嘅，色嘅，点心，色嘅，白色，白色，白色。点心色嘅，白色。入面红红地，入面红地，红红地，红红地。时间到，快点，快点，快点。好。三个字，来，只有十秒钟。点心，点心，红红，点心红红，红红诶，
顶谁？顶谁？行行的，行行哎，顶谁？顶谁？快点啊！顶谁？顶谁？行行哎，顶谁？行行哎，知道，知道。来，下一位，请猜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顶谁？行行行行的，行。哦，听得懂哎，其实可以，其实可以讲这样，我听不懂。他就讲讲顶谁顶上的头上红红的。哇，阿叔，有阿叔，可以吗？好，来，老君说，请猜。顶上红红的，什么东西？好，我们这边老君说，吃的，吃的，哦，上面红红的，吃的。顶上就是点心，我们在提醒到这样。点心啊。dim sum，什么？来，答案是点心外面白色，里面红红的，就这样。你要不要讲多一点了？红的，你要变形容词吗？你要变形容词吗？草莓果酱三明治哦，三个字，三个字，草莓果酱三明治是七个字哎。一笼三粒，哦，一笼，就是一笼，一笼，就是里面是红红的呀。包，你就讲出做的叉烧包，流沙包，叉烧包，叉烧包，等一下，这个对吗？这么小啊？怎么叫叉烧包？我以为是笼子，叉烧包，叉烧包。我们等一下再描述那一段太长了。第二题要换棒次吗？要。哎，我觉得我可以第一个，因为我真的我记忆力只有三秒。没办法，你刚刚讲的时候，当然我只记得第一个。一个小换一个，你们这边要换吗？我们也换好了。好，那我去猜。好，我去猜，我去猜。好，来，我们请出第二题。OK， 好简单哦。英文，母语，英文。好，好，请转身。开始。你要拍他，你要拍他。Three words. Three words. OK, let's go. Hot. Hot. On a beach. On a beach. Girls always wear it. Wear bikinis. Yes.什么表情？好变态啊！哦，形容啦！哦，是，我以为我猜到之后可以直接讲。好烂 ，hot， 没有，你就不要讲我的 beach， 你要不能讲 beginning 啊？哦，你要形容的。不要是，好，反正我已经讲完了哈。要 beginning。But you have to describe. 不能讲三，你不能讲这三个字。要 describe it. That's it.Summer， 花 ，water，water，how words， 几个 ？How many words？ One word。One word。Summer。One word。English。One word。One word。Summer when the girls on the beach they wear。Beachy。On the beach。Beach。Swimming pool。Swimming pool。Sunbathing。Okay。They put on the clothes that they wear。好，谁的？请作答，来认真，请作答。一个字哦，请作答。海边，夏天女生脱衣服。来，一二三 ，bikini。啊！恭喜你，恭喜你！好像后来听得懂了，他好像是变成我，他来讲第一个字是什么？没有，他说 begin， 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对对，所以你英文大骗错对方，哎，那还是对耶，好厉害，好厉害。好的，我们进行下一回合。好的，现在换九赖下去一起玩。第一棒是九，第二棒是派尔俊，第三棒小赖，第四棒是泰森优塞。关主，请出题。哇 ，OK， 这猜得到才怪。冷 AD。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一个人在睏的时阵，一个人在睏的时阵，对，然后起来行路。一个人在，一个人在睏的时阵，啊，在睏。一个人在睏，然后伊起来行路，起来行路。把酒开开，把酒开开，把酒开开，把酒开开。一个人在睏的时阵，一个人在睏。
马就 KK， 起来行喽，起来行喽 ，Yes， 是好，好到到到，怎么可能会猜得出来？哎，两 L， 两 L， 两条路，接人的诶捆，接人的捆，对，那睡觉，哎。哎，三秒，只有三秒来捆，三秒记到了，三秒记到。接人来捆，来捆。哎，目睭，目睭，眼睛，很错啊，目睭都错，目睭。时间到，时间到，哇，时间到，时间到。目睭哎，目睭啥呢？目睭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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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目睭 K K， 目睭 K K， 哎，目睭 K K， 目睭 K K， OK。两个字，两个字，接人在困，目睭卡卡，就唱嘛。两个字，两个字，接人在困，目睭卡卡。好，目睭卡卡，你听我吗？植物人吗？植物人。两个字哦，两个字。接人在困，目睭卡卡。尸体吗？尸体是吗？好难。那你讲一次，他少讲一个，少讲一个，少讲一个。起来行喽。把酒开开，起来干喽！啊，把酒开开，起来干喽！僵尸吗？哦，你猜，接人挖嘞，接人挖嘞，我困去，要唔够我伫咧梦游，好厉害啊！对对对对对，答错了，因为花太久时间，对，发言但失败，答案是梦游，但是他听得懂，对，他听得懂啊，哦，我听得懂，我想说他怎么那么会知道有吓到，他听得懂，所以你刚看到他说他什么起来，你就知道，对，我就知道，然后大概都补一点给他 ，OK， 我以为是什么跑走之类的，我完全不知道，你就是那个跑走，对，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很错，因为我听到把就 cake 就没有下一句，讲一个，他已经讲到把就拓康，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题。我们还是来Tyson 第一棒，然后后面其他自己乱跑。好，好，那我猜好了。好啊，彩木请出题。啊，哦，不能讲到字，不能讲字哦，不能讲到字哦。你要不要拍他？太久。三个字，三个字。你我你佢你佢，你哋五个。佢你嘅組合名，你嘅組合名，你嘅組合名，你嘅組合嘅名，係啦，未啦嗎？你嘅組合名，我冇，我嘅組合名，我嘅組合名，你咁樣同佢，你就這樣跟他講，時間到，時間到，三個字，三個字，我嘅組合名，我嘅組合名。我给周浩明，我给周浩明，我给周浩明，周浩明谁啊？周浩明到底是谁啊？你给周浩明谁啊？周明，周浩明先生，周浩明，周浩明，几个字？几个字？周浩明，三个字。我，周浩明，你给周浩明，时间到，时间到，我给周浩明，周先生，三个字，三个字，我给。周浩明，然后给周浩明。谁啊？谁啊？我给周浩明。周浩明是个人吗？不是。是什么？我的座右铭吗？我给周浩明。不是。我给周浩明。我给一半，你听他讲。周浩明，我给你走后门。没有。我给你走后门，三个字而已，是的，就三个字。我请开始讲一次啦。好，我的组合名，你看他们组合名，组合名，组合是不是？啊，广东组合，三个字。OK， 我给组组合，组合，组合，组合。走好，凑好，他们三个字吗 ？No， 没有，我们是在说。你看，你想象一下，他刚刚前面最前面的时候，他比讲什么？你，他说你，你说你，我就指着你啊，你，我指着他，我跟他两个一起走后门。主持人，不是，勇敢走好名，三个字，三个字，五间情，对，哦，叫组合名，他说你的组合名，走后门，什么走后门呐？走后门，走后门很炸，走后门，让你走后门，走后门，给你走后门，
我给你走，我给你走后门算对吧？屁呀，怎么对啊？好的，因为我们有答对过半，所以今天不用接受惩罚。耶！因为今天呢，有非常多的就是好朋友在这边，歌手在这边，可以好好的来为我们唱歌一下，好不好？首先就先请派伟俊跟娄俊硕来，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Don't Waste My Love》，欢迎。是你带来的歌曲 Just Break Up。忙着跳被你睡在，掉没钱没交电费，主管都没你这副的心。分手中的问心无愧，再美的话都枯萎。一个爱的脸越看越恶心。Yeah, one last thing, 你爱的地，这就留给你。Yeah, keep that ring, get the fuck out my life. 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up, just break up. Yeah, 不想听你在那鬼扯那鬼扯。Yeah, 把自己为什么不回头都粉碎。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up.Every word that you say, I know 听过万遍我全都懂。 Always said it's the end, but then I guess 我发现是我没种。 Yeah, 做分手的架子，下个回避我刚好被锁下了。巴士开在高速公路，天上走动下子，要到快点跳，我要破掉巴士。说的道理我都必然不分手。 Yeah, 却把黑地图撒高血，把你破的高让你产生有。 Yeah, just blame on me. Yeah, one last thing,你爱的地，这就留给你。Yeah, keep that ring, get the fuck out my life. 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up, just break up. Yeah, 不想听你在那鬼扯那鬼扯。Yeah, 把自己为什么不回头都粉碎。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break up, just break up, just break up. I guess it's real.你在挑战底线。 Crying alone in my bed, 再难过也没几天。 Yeah, it's the last time, 就是我的答案。 Goodbye, 你这颗炸弹。 I'm thinking maybe I guess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I'm sorry.
Oh, see. Okay. 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make up, yeah. 你想怎样我都配合，都配合 yeah. If make up sex is all we need, that's okay. Yeah, maybe we should just make up, just make up, just make up.Just make up, just make up, just make up. 接下来欢迎来自香港的小天王泰森优喜的 Be Mine。发现我的存在，或许只是觉得我太变态。OK OK， 我解决你只需要 four days， 因为星座说我们蛮匹配，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好像是我以为每次都把你的直播录起来，分手过之后就是你的 type， very very nice。Melody 故意的慢一拍，我就在未来中也等你来。我们先来看花在结果。现实动态散得快，让我猜你是不是终于跟他分开，你会不会发现我的存在，或许只是觉得我太变态。冷静过后，好听啊，好听啊。最后两位好好再宣传一下这次的作品啊，派尔君先。我的新专辑啊，不，我的新单曲Don't waste my love， 费楼俊硕已经正式上架。然后 你的手在干嘛？对，你在手什么意思？没，就是他帮我指导，什么意思？一个板子。我的新歌 Don't waste my love， 费楼俊硕已经在各大平台可以听到了。支持，开始。然后我第二张专辑 Second Pre Evolution 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上线。然后刚才那首 Be Mine。请来了山上优雅老师，哇塞，哇 ，MV 女主角，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看一下，哇，讲话很爱 YouTube 看一下 ，OK， 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你干嘛突然笑人家？没有，我在笑人，没有，不是因为我很 get 你们饶舌歌手那种讲话的感觉，每个人不一样。你最近感觉也学了几招？我是不太会。我是，你好像比较会女饶舌歌手，女饶舌歌手的，我不会，我还好。女饶舌歌手有什么讲话态度吗？只有你讲话跟正常人一样啊。我不是你们不正常，我真的不正常。没有，我觉得男饶舌歌手就是讲话会有一种气势，对，会有一种气势。Second album， 我没有这样讲，不要讲这好处。没有，来一个，我们饶舌歌手啊，讲一下，说什么？讲随便介绍你的专辑一下。算了。好啦，反正呢，最近派伟俊跟泰森跟娄俊硕很多很多的合作，大家都可以去好好支持一下。今天谢谢派伟俊跟泰森优喜，谢谢两位，欢迎下次多来玩，拜拜。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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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头很晕。